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晚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庆祝圣诞节。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有一点寒冷，但是很有圣诞节的气氛。愿意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有许多的得着，许多的感动，并且得着从天上来的祝福。谢谢各位亲爱的同学，各位先生女士，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夜，圣善夜。今天东海大学何其有幸，各位坐在路思义教堂的草堂，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在2000多年前伯利恒的马槽里降生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各位，在我们一生短暂的世界的寿命之中，我们有多少的感恩，有多少的别人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不知如何去偿还。今天在这个平安喜乐的夜晚，我们希望每一位参加东海大学圣诞夜的朋友们，在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生。你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必然，但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每一位在世上活的男的女的，都是上帝真爱的产物。他爱你们每一位，他将爱带在世界上，让因为你们信他而得胜。我们董事长想跟各位分享几句话。董事长，非常谢谢各位来到东海大学的校园。我个人觉得每一年
十二月的二十四号，圣诞夜，是东海大学非常特别的一个晚上。我想各位朋友，你可以到台湾每一个大学去找，可能是没有一个大学像东海大学一样的把圣诞夜开放给所有的朋友们。因为东海大学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大家都知道圣诞夜的故事是讲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想各位也可能知道，这位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今天晚上我要借助其中一个门徒约翰，他所讲的一些圣经中的话来各位分享。约翰也是耶稣的门徒里面可能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个门徒。他在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书里面讲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亲爱的朋友，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2010多年前在罗马的政权统治之下的犹太民族，同时也是在那个国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存在的一个地方，有许多的神，有许多可以崇拜的对象。但是这位老约翰他怎么说呢？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也说另外一句话，说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要使我们因着他能够得生命。我想今天晚上你们不是来这边参加这样的音乐的一个晚会而已，我个人更希望你们借着今天晚上的机会，你们能够认识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以及这位天地的主宰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表明出来。圣经所要讲真正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这位耶稣他的父亲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起名叫做耶稣，但是同时天使也对另一些的牧羊人说，他是那位主基督。耶稣可能是约瑟的家庭里面一个人而已，一个小孩而已，但是这位耶稣今天他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万能的主，成为2000多年来各个民族所要去寻找的那一位人。东海大学何其有幸能够借着今天晚上把这位的主耶稣基督介绍给各位朋友，希望你们借着这样的机会得着这位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们参加我们的音乐晚会，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哈利路亚，神爱世人，谢谢，祝福各位今天晚上这一个美满的一个夜晚，让我们来享受飞翔音乐会。是的，我们谢谢我们的校长跟我们的董事长，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纪念这一位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在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相貌，都一起在这边庆祝。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盼望。
而且是全能的创造主。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这一位神他有许多的称呼，比如说当我们说到沙龙 Shalom， 意思就是平安，神是赐平安的神。当我们说到耶和华 Rapha， 就是说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这位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因为从他本身的属性散发出一切的良善。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Yeah, my God.